他还会穿裙子倒立耶，他有技能太多了，真香。等等也站着吗？这招落伍了，等等要撞墙了。对，不止于我下次教你怎么撞墙好了，撞墙改运。老师，这怎么改？这怎么改呀？就问你像不像，你觉得那个好？就这样都否定我。我们要重演刚刚的话题，才会一样啊。你这小渣渣，我不懂。我觉得你一直在否定。这样是为了更好的我，更好的我们。这个牌烂到没有剩哎、欸，烂到没有剩，干你老师！摸不到他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迷路了。哦，对了，说他迷路的话，我等他很久。可是我比较想做五万克。是啊，你还想要五万克？没有，那跟人聊天。哇哦，哇哦，干！我差点打，我在二选一耶，干！我差一点呢，八台，干！我差一点呢，居然是清一色节目。